世界冠军创下新纪录，仅用30秒就干掉了包王。哎，丢人呐！三字头啊，这个时间就可以干掉包王啊！世界冠军这个团队很厉害哈，F4又叫团火，战对决啊，又叫三菜一汤。现在身上在累积这个破防值，晕值也在，好打晕，好像，是晕了啊，没错。团队最强的哈，应该是新秀啊，但是新秀的话没什么流量啊，没什么名气，跟这个世界冠军啊，这个人还是有点流量的，有点意思啊。看对决，真诚给我来偷下盘，好，下盘点中，然后布阵，看起来是20秒，这一把10秒，30秒，三字头啊，三字头就可以干掉对手，包括一些过场动画，特别的暴力。那对决开启怎么开？这个是打回去偷下盘，没了呀！去，不到40秒哈，直接封印，杀人诛心。关注修修，不易走丢。